对，还有最后一点，我刚刚就想，还差一点怎么没讲，就是最后一点呢。如果啊，你真完全清楚了，搞清楚了，哦，人生真的有一个因果，会有什么好处嘞？就你完全肯定我现在做这样，哎，真的是，哎，我真的是比较快乐，哎，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所谓的因果这种东西的话，会有什么好处嘞？你对目前的苦你要忍耐吗？对不对？你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太怨气太重，对不对？啪，就那个了，歪掉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啪，就妈就被抓去关了，啪，对不对？就出局了。你要忍嘛，忍耐到底总比得救嘛，这是圣经里面的嘛。你就这一关一关一关过，哎，最后就会出来了。哎，对，如果你相信我这些的话，哎，我们最后有一个好处在哪里？就是说，对目前呐、啊，哎，吞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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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然不是完全独立，有时候你要该战斗的也要战斗，就是有一些这个好，我们以后看到什么再说。